Hello， 大家，今天一起来看《Choco Milkshake》第一集。那种宠物猫、宠物狗变人的设定，其实在 BL 的作品里面已经不算新鲜了。但是这种萌的设定，我真的是百看不腻。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一部改编的怎么样吧。他是谁？这色调好像日剧哦。哦，没有，这滤镜就不像日剧了。哈哈哈哈哈！宠物要贴贴，很烦吗？내가어린시절키우던강아지와고양이다。一天前。그에게한번자。哎，这真的麻烦。삼촌，저먼저들어가요。啊，叔叔啊。어불금인데그냥집에가는거야네어오랜만에삼촌이랑술한잔할까죄송해요韩国人还有不喜欢夜生活的哦，好了，这刻板印象。所以其实是一个有一点随遇而安的年轻人吧，他东西也不多，然后就在叔叔的店里打工，蹲在这边。哎呦，看到他有反应，配乐都不一样了，慢动作。哎呦，没有太在意。我肩膀好宽哦，不愧是韩国人审美，东西好多哦。嗯，跟来了。宠物呀，嗯，宠物呀，宠物呀，잠시만요，哦，这。接受不了事实，每个主人都是这样，一开始接受不了宠物变人，后来就真香了啦。내가초코얘는밀크哦，他是초코，他是밀크。네가구해줬던강아지랑고양이라니까난집사간택이라고할수있지우리이름도네가지어叫猫咪。발렌타인데이때받아온초콜릿그거내가원래먹었다가너놀래서나들쳐고병원으로떼고맞아그때난리났었어哦，他们还知道要讲关于以前的事情，才能让他相信哈。啊，그러고보니저장난기가그냥초코를닮았다시크하면서도관중비넘치는저자태高冷又寻求关注的姿态，不愧是猫咪。진짜우리못알아보겠어10년이나함께했는데난11년哇，是说他们还能活那么久哈？아니우리초코랑밀크는다기억하지그초코랑밀크가우리라니까변한것같지않아才变化大而已嘛是连아니근데이런모습을내가나도나도정엄청보고싶었어根本不在乎他讲什么哎呦我觉得这猫猫很好看呢在干嘛깨끗하게씻었어어고마워寸步不离的贴贴然后猫咪的性格就傲娇的在一旁只是他也没有东翻西翻打翻所有东西齁왜자꾸따라다녀저거가너무좋으니까他都不想问问看他们为什么变人吗哎呦네가어딜봐서마르티즈로느껴지나他居然是马尔济斯哦나뭐너무커쥐는작은줄아他居然是马尔济斯变那么大啊，他喜欢那个线。啊！完了，宠物闯祸了。他还在弄。头好痛啊！사고뭉치초코아밀크가내게돌아왔다초코아밀크야제발사고치지말고얌전히지내줘哎，听他这个口气，他应该还是很开心的啦。哎呦，他们会有恋情哦！我也是在想说，他要跟宠物发展恋情吗？왜들어와뭐냐니우리도자야지그러니까여기서왜자这个家没有别的宠物了。나가라했다
是说变成两个人之后好像就养不起的吼。哇，是说他们两个狗狗跟猫猫的感情也还是蛮好的啦。偷溜到偷溜到床上吗？哦，我的妈呀，这应该是诡计多端的猫猫想出来的吧，先假装出去，等他睡着了再偷溜上来。哦，这画面倒是意外的和谐。好 OK，果然是这种宠物变人的这些剧情一开始的节奏，一开始不相信很难接受，但是我们的主人公振宇倒是意外的蛮快的接受的，只是让他们两个住进来之后就一团乱，兽性难改，这也是这种作品的萌点之一。就继续看看他们几个的同居生活还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吧，这集看到这边，拜拜。